嗨，大家好，欢迎大家啊收看咱们本周每周华尔街的节目。然后呢，大盘啊在这个周呢经历过下跌啊，我们看到 QQQ，本来呢 QQQ 涨得还挺好的，但是打到了压力点，哎没上得去，然后呢就开始出现了一个大的周四啊，大的一个快速升幅的下跌，然后呢击穿了之前所有的横向的支撑点，大家可以看到把横向的支撑点给跌破了啊。可以理解为呢，是一个下降通道打到下边沿，然后在周五出现了一个反弹。那周五的时候呢，美联储公布的这个美国政府公布的这个非农数据啊，还是比较强劲的啊。但是这个数据很强劲呢，其实理论上来讲应该是不降息啊，降息或者降息的这个次数会变低，或者是降息的时间会拖久。但是大盘呢，还是选择在这个地方往上去走高。其实这个就解释起来，我觉得就挺困难的啊。包括黄金、国债、原油的走势，像原油涨了，以色列的问题还好，导致原油出现上升，这也正常嘛。但是黄金没涨啊，黄金你说打仗了，黄金都不涨，那就是原油的上升，哎，它影响到了通胀，就是通胀下不来嘛，有通胀的压力，那就还是利率的问题啊，利率导致黄金出现下跌，哎，但是国债在往上涨，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其实是比较乱的。看起来是不太容易看的。那么 QQQ 呢，整个这个是一个下降通道，达到低点反弹。它虽然呢周五反弹的挺猛的，但是呢均线的压力它是没有过的。30分钟的 QQQ 呢是均线的空头排列，所以还没那么好看啊。你说怎么才能变得好看呢？我觉得这个地方真的挺复杂的。跌的多了，就做个多。然后涨得多了，试着做个空，就这样吧。一定要在相对的高点来做，比如说这个446以上，考虑个做空。哎，往下呢，跌到个435以下，考虑个做多。我觉得也就这样做吧。你说现在好看吗？我只能说不难看啊，只能说不难看。但是你说好看，还也没那么好看。所以啊，轻指数，重个股，这是我想跟大家去分享的。大盘呢，我确实看不太清楚啊。那这个地方啊，有一个例子，今天呢，我只讲一个大盘，两个个股，跟大家分享。这个也是我们最近3个周做美洲华尔街的时候跟大家去做的。在这个周五的时候啊，首先呢，特斯拉横着横，首先周四特斯拉就好像莫名其妙的上涨，对吧？大家都涨得都跌得很惨的时候，哎，它连续不断的往上涨。然后呢，到了周五的时候呢，走着走着，突然。路透社就报了一个，说特斯拉放弃了低价版的这个车型的一个研发，哗嚓一下砸下去，跌了6%。然后呢，这个紧接着还没怎么走完呢，马上马斯克说这是假的，大家得知道这是路透社呀，这多大的公司啊！路透社这种公司呢，就是被少数的这些就美国的媒体是被犹太人控制的嘛。所以你要这个地方夸嚓砸下去，然后马斯克马上出来说这是假新闻，夸又拉起来。你说这一段时间发生了什么？你说在无形当中把筹码在这块止损掉、扔掉的人，他现在心里是怎么想？因为这个时候30分钟的特斯拉是破位，他破掉了前面的这个低点，这是一个很难看的一个走势图，然后强行就给拉起来了。然后强行拉起来之后呢，盘后马斯克呢又宣布自己呢正在推出 Robotaxi。结果这个消息又让特斯拉盘后股票开始往上涨了，就是在底部的这个过程当中，太过纠结和震荡，这里面有很多的是利益也好，还是商战也好，阳谋也好，阴谋也好，就我们都不知道啊。就我们呢，我觉得也不要去揣测，那我们看到的现象都是假的。有人说马斯克得罪了犹太人，是不是得罪呢？好像明面上是得罪了，但实际上你说有没有可能唱双簧呢？这都有可能。我举个例子啊，就是说我今天和我们会员举例子，就是我家我在烟台，我们现在有块地要占，有块地现在要占呢，正好就出现电视剧情节，就是因为那些地都是村民们的地嘛，然后但是我家是单独不是那个村儿的，在那个村儿里头买了块地，前段时间呢就让政府过来，因为市长要来检查，哎，然后呢就强行的就开始推，幸亏我们发现的比较早，村长。这个有提示，发现的比较早，铲了能有1/4吧，因为我地上种的树嘛，这样不是到时候赔钱能多赔点吗？种了这个树，结果铲了1/4啊，现在就走这个走流程，报警和政府去 negotiate，就是现在在做这个事情。
因为我你说我们连我连村长啊，就村里头的村长，他有没有和政府去勾结，有没有和政府去知道一些什么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我连村长都弄不明白。你还别说像马斯克这种级别，这种全球这么大型的公司，马斯克又是世界首富，背后牵扯到的这么多利益集团，对吧？我这些事情都太复杂了，我觉得这不是我们需要去考虑的事情，我们也考虑不清楚，我们也接触不到这种圈层。就是你再大的机构，在华尔街面前都是韭菜，包括现在在华尔街上面，在 Chicago 上面，在纽约上面的这些看起来很大型的机构，华尔街要割你一样割你，一样让你去爆仓，因为真正的这个美国的资本就是掌握在那些很少数的一个团体，像那种隐士家族一样的人，他们再来去控制的，他们和美国政府聊，和财政部聊，和美联储聊，然后形成一套方针，然后去收割全世界的这个行情，我觉得这一点我们得认清，我们终究是看不太清楚什么形势的啊，也包括俄乌的战争也好，你说这个特朗普到底能不能上台，那可能这个背后要取决于对俄乌的反叛的这个党内的反叛势力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如果就是这个抗俄的势力特别强势的话，特朗普也未必真的能上来台，因为特朗普一上台的话，他做的事情就是退出俄乌战争。我觉得这里面太复杂了，所以我就想通过这一点来跟大家去分享这些什么所谓的消息层面上来讲，我们眼见的并不一定是为实的啊。其实最终的这些东西呢，可能还会反映到价格。我们只需要把握大的方向，美国是牛逼，世界老大。你现在就是不管怎么涨，涨到今天，美股还是在涨，并且我们现在也没看得出来有什么弱势的机会啊，回调就是做多的机会，这点是全世界的共识。但是回调多少，那我们就得走着看了。然后最终我们再回到这个价格图形上，所以大家能做的事情，在这么高的位置上面控制你的仓位，控制你好的仓位，轻指数、中个股，哪些股票有短线的机会，你就短线的来做一做就可以了。所以特斯拉，我觉得呢，在这一个路透社呀，这可是路透社呀，放了一个假消息，然后马斯克出来澄清，你不觉得这块有点故事吗？然后紧接着盘后，Robotaxi 就出来了，你这个是不是吸筹的这个迹象很明显呢？你说马斯克可有没有可能和路透社一起玩这个游戏呢？或者说，是不是马斯克故意释放个假消息给他们？再或者说是是有人在做空特斯拉，马斯克想要反击，谁知道呢？对吧？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背后肯定是有故事的。这个故事的背后，我们呈现出来的价格经过了来回的震荡扫盘之后，选择了上涨。好，那我觉得我们就按照它这个行情，我觉得倾向于还是进一步的看涨。它这么来回的去搞，搞不好就是一个底部，是利空不跌，也许东西这个东西见顶了啊，就见底了，好吧？我依然对特斯拉持有一个看涨的观点。然后呢，我现在呢也是满仓特斯拉，我已经满仓特斯拉了。然后，但是我这个周呢，我们的收益还是非常好的。我这两个账号都是这种情况，这个账号我从7万块钱，我也已经做到8万7了，也就是我想从7万块钱到8万7，也就是一个月的时间。这是一个月是2万，3个月是16000，76000，2个月的时间吧，2个月的时间，我们把这个7万账号从Robinhood 或者从那个Apex 取的钱放到这儿，我们现在已经做到8万7了。当然，我最多的时候已经到9万4了，这不跟着赶上这两天特斯拉又回调一下啊。那中间呢，这个让我们收益大幅度增长的，那肯定是大马股。大马股的这个走势，大马股现在依然还是很好。周五的时候呢，有点回调，但是整个 CJC 是一个上升通道，你看通道很漂亮啊，非常漂亮。这个通道你有什么理由说不好呢？所以下个礼拜呢还能涨，我是现在仓位都去特斯拉了，要不然的话我可能还会再去操作一下 CJC。但是我觉得我现在 CJC 一共还有4550的仓位，总共加起来这边有2000，然后这边有2500，加起来有4500股的仓位，我觉得也可以了。真的这个地方能再往上再涨个5%，100%或者50%，我觉得我也挺开心的啊。所以 CJC 现在从日线这个图形上来看的话，还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图，底下的成交量密集放大，觉得这个20块钱不是不能期待，先看13，然后再看20，这是可以期待的，可能这是一个大波的这个上行。
好，CGC 呢也是没有结束，还是继续看涨啊。但是我现在 CGC，大家可以这个地方可以看到，我已经是负的0.21的成本了，这就相当于我就全部都是利润仓，我就再怎么亏我也不可能亏，这是成本决定了你的持仓心态。再往下，比特币呢，我觉得也跌不下去。30分钟的比特币呢，也形成了突破。这个地方是我看这个价是酝酿再进一步往上涨了。就如果比特币能好的话，那么 Coinbase 就很好。我觉得 Coinbase 呢，也可以去往上去走强。然后呢，再单独提一个股票呢，就是 Uber。Uber 呢，整个的这个高位啊，30分钟再做一个箱体震荡，现在呢是偏箱体震荡的下边沿，我觉得不错。我觉得挺好的，还是可以期待 Uber 的，因为这个地方止损比较好找。如果 Uber 向下呢去跌破了73.9块，那就止损；然后不跌破的话，这个图看起来还是蛮不错的，挺漂亮的。好，就跟大家呢基本上分享了，我觉得可以关注的大盘的状态和个股。其实大盘呢，确实话我也真的是没什么太大的观点啊，这个地方太过震荡了。大家最近还没发现吗？早盘给个方向之后，盘中就是震荡，然后横在那个地方就不动。然后 Apex 呢，我已经能有一个礼拜我没做了，因为之前呢，我把这个账号啊都做的就是，就剩下20多的回撤了，40个 PA 我也不敢再去尝试了，就等一键封喉了。所以这个周五我们做了个一键封喉，那就效果很好，我就把40个 PA 账号全部都给救回来了。就周五的时候呢，每个账号能有个1500的利润，后来赚了3000块钱，我觉得这不能挣这么多，我就强行的亏了1500出去，啊。然后，像周五的利润可就1500，那这样的话，9个交易日账号的价值现在是13500，26357，我只要还差个200块钱进入到取钱的阶段，然后，但是我这因为周五一下挣的太多了嘛，所以我这个取钱的时候账号必须得有4500块钱，我才能往外取。那下个周呢，还会重新的回来好好的做 Apex。一共是40个 PA 账号，我们还是在继续操作。正好这个时候我特斯拉也满仓了，下个周对股票的交易就会降低，然后呢还是专注于这个短线的期指，然后大波段的特斯拉就这么就持有了。所以这就是我整体的想法和思路啊。所以我觉得像其实我现在呢，在这个底部上这么个加仓特斯拉，然后还放了杠杆去加仓特斯拉，就我特斯拉的成本一下就降低了。一下就降低了，然后再加上 CGC 有很好的收益，就是让我的在年内我的 Robinhood 的账号，还有我的这个富途的账号，就又创下了一个新高，就情况就这么个情况，再跟大家去分享一下。Apex 也挺好的，所以整个在过去的一个礼拜里面，我们的做的还是挺好的。那接下来好与不好，还是继续看特斯拉的走势啊，因为我是身先士卒。我在说我看涨特斯拉的同时，你们能看到我是有特斯拉的仓位在的。这个账号有1238股的特斯拉，然后呢，我这边的这个账号呢有这个特斯拉是，我看一下啊，这边的账号应该是有900多股特斯拉，我应该是一共有2000股的特斯拉仓位在手里头。你看我这边其实这个账号特斯拉加完仓之后，我整体的亏损也就4%。都是这个修复回来了，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我有个特斯拉的看涨期权，这个亏了2500，但是等我把 CGC 的仓位全部了结完之后，我会看情况再买一个特斯拉的 long terms 的期权，这个可能要看到明年的这个期权了，买的比较远。特斯拉呀，缺车型，缺一个是低价款的车，缺 Robotaxi 这也在研发，反正就是，你信不信吧？信不信呢也不重要，我已经买了这么多了，就给大家打个样儿。我的分析代表了我的观点，然后代表了我的下单，那是对还是错，我会用我自己的资金来承担。我觉得这就很重要了啊，让大家看到了我的想法和理念。如果我噼里啪啦跟你一顿讲特斯拉，我觉得这个看涨那个看涨，结果我特斯拉就买了5000块钱，就买了1万块钱，我觉得我的分析没有意义，因为我现在呢在美股里面放的资金不多，你看我这个地方。这个是有22万的这个证券市值的持仓，22万的持仓。然后呢，我这个账号呢，Robinhood 的账号呢，放了7万块钱嘛，那我就撬了个杠杆。撬了个杠杆的话呢，就是，这个地方应该能看到我的持仓是，哎，这个我还有点看不太清楚啊，在这儿，portfolio 里面也能看到，我这个应该是撬了点杠杆的。
individual holding 是15万，15万再加22万，就是37万，就将近40万的这个仓位吧。就我现在在美股里面放的资金是不多的，但是呢，我在现有的40万美金可以做的这个基础之下，我已经做到了满仓，这个特斯拉了。所以呢，我是真的就挺看涨的。行，就这样，然后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像这一轮 CDC 做的就很香，而且我相信 CDC 还会涨，这个上涨远没有结束，大家还是有很多滚动交易的机会。什么时候 CDC 涨完了，什么时候大麻股涨完了，这一轮大盘也就差不多结束了，这是我一直的观点。但是现在大麻股没有炒作结束，还是很不错的，所以呢，我觉得大盘，可能也不会太差，就是高位磨磨蹭蹭，跟你磨叽横盘吧。得要等这个大麻股涨完了，这个最后的板块疯狂结束，这个大盘才有可能会回调，深度回调吧。好，那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扫我们的二维码，ChineseFN202，电话是800-958-8561，祝大家周末愉快。大家好，我是汤姆森，欢迎收看我们本期节目。在刚刚过去这一周呢，美股三大股指整体上是出现了一个调整的走势。毕竟有句话叫“高处不胜寒”嘛。在经历连续上涨之后，受到就是投资者对于美联储可能延迟降息的这个影响，就是美股是迎来了一个久违的调整。在周三呢。美国公布了一个3月份的 ADP 就业增加了18.4万人，好于市场预期。前值是增加14万人。而周五呢，美国公布的3月份非农是增加了30.3万人，创下去年5月份以来的最大增幅，也是远超过市场预期啊。3月份的失业率是达到了3.8，低于市场预期，也跟前值是只是基本一致。而在本周三呢，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是有一个重要的表态，因为本周一和周二呢，美国的经济数据都是好于预期，引发了市场对于经济的强势可能会导致美联储延迟降息的这样一个担忧。而美联储主席鲍威尔3日表示呢，政策制定者需要一段时间来评估当前的通货膨胀状况。因此，美联储的降息时机仍不确定。鲍威尔还表示呢，在对通胀持续向2%长期目标下降抱有更大信心之前，降低利率是不合适的。近期呢，美国的就业增长和通胀数据都是高于预期，因此呢，就是我觉得市场开始担忧，美联储可能延后降息也并不是没有理由的。在周五非农公布之后呢。市场已经开始把美联储降息的这一个节点从7月开始，推迟到9月，而美联储也有多位理事，对，曾表示很有可能在今年晚些时候，甚至在今年年底才能实施降息，这都是反映了市场预期开始出现一系列的变化。更有甚者呢，美联储一个著名的鹰派理事卡斯卡利啊，在周四是表示呢，如果今年通胀没有什么变化的话。那么今年可能都不会降息啊，他这个态度是引发了周四投资者的一个恐慌，道指从日内的高点，狂泻接近800点啊，最后收跌500多点，可以说降息因目前是推动投资者做多的这样一个，只是属于诱饵吧，或者是救命稻草，而如果这个幻想破灭的话。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我觉得这周四已经市场给大家预演了一下。当然呢，就是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还有美联储的其他的理事，基本上都表示呢，年内降息还是有可能的。而在即便在周五强劲的非农数据公布之后呢，就是市场共识依然预计，年内美联储可能会降息2次，这也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温和的这样一个结果。在周五呢，就是尽管数据很强，但是有了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周三的这样一个表态，再加上周四卡斯卡利给大家打过预防针了，然后美股还是迎来了一个反弹，
而衡量美元强势的美元指数呢，也是在周五出现了一个冲高回落，全周整体上是维持了一个调整的走势。而下周呢，我们将会迎来重要的 CPI 数据，但是在下周三，还有 PPI 数据，就是说，就是美联储是否会降息，还是要看通胀啊。而如果 CPI 和 PPI 出现下降的话，很有可能，市场的这样一个预期还会出现一个比较有利方向的好转。而在周五呢，尽管没有重要的经济数据公布，但是周五也不是一个平凡的日子啊，我们将在周五迎来新一轮的这样一个财报季，包括摩根大通啊、美国银行、富国银行啊，都将在周五公布财报。在财报季呢，通常说的大型公司的财报可能会左右这些市场的这个走势，因为呢，这些大型公司呢，基本上是反映了或者部分反映了，就是美国经济的这样一些运行状况。所以说，下周也是非常重要的。好的，我们本期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Hello，Hello，Hello，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 J。今天继续来总结，现在还有3分钟收盘啊。那所以昨天有讲了，机会跟风险都是并存的。今天一个反弹挺不错吧？我自己昨天是靠近这些位置抄底的，开盘不久又加了仓，然后刚好。就是我昨天说的，这里可能可以做空的位置，我减仓了。就这些位置减仓了，所以还蛮不错的。这个走势跟我预计的都是一样的。现在如果有仓位的话，可以减减仓。啊，没有的话，你就看一下为什么。便宜点的时候不敢进，是吧？这个比较难讲，每个人的操作风格不一样。所以现在来看，就维持昨天的判断，QQQ 走一个大箱体整理，大箱体整理。那先看它怎么处理这里这个压力位，如果它能冲上去了，踩一下继续上，就看新高。新高，或者看他打这些顶，打完以后就再留意，他是继续上攻呢，还是说打完以后就要下来？那到时候再看。现在目前来看，就先把钱放口袋里面。SPY 啊，走势也是差不多的。可以，有兴趣可以看回去昨天的盘后总结录像。昨天也是讲这里是压力位，抄底以后在这里可能还会做空。那他在这里下来了一波了。如果是做空的话，是这种小级别的，1分钟、3分钟级别。现在暂时就。不能乱做空，再看一下。策略跟 QQQ 刚刚讲的是一样的，减仓以后看它有没有机会冲过这个压力位，冲过以后就看来攻击这些高点，攻击完以后再考虑怎么样啊，不能说看太远。因为我们是短线投机，而不是投资。投资以年来看，OK，没问题。但是我投机的话，可能看要1小时、4小时、30分钟、15分钟，就看这些图。OK，比特币昨天说在这里做空，来了一波。那在风险管理角度。这里是止损位，它已经远远超过了1:1了，已经走了2个1:1了，所以来到这些点位，
就是应该减仓了。然后减完仓以后，把进场价设成止损价移下来，剩下的就随它怎么走都可以。我还是会看它会不会打下面这里。反正如果有做的话，你推盘，现在你是无敌状态。就算它上来把你的止损舔了，舔了就舔了呗，又怎么样？也不会亏钱，我们已经把钱放进口袋里面了，啊，就这个观点。然后MVDA 吧，还是要讲这几个票。我自己拿的一个点位就是比较极致的，还是想它回来这个震荡区，哦，不是震荡区，是这个支撑区。才会考虑开仓，结果它差一点点，差一点点没有回来，它就反弹上去了，那就算了，那就算了。如果有做的话，也是看两个点，第一个点黄色线这里震荡区中轴，第二点震荡区上沿，就看这里。所以昨天有抄底的话，还是老规矩，推盘，剩下来的就看市场怎么样给你。如果能回来这里的话，看情况、看 K 线、看价格走势，可能会有机会做空。OK，下一个票特斯拉。现在它就是走这个，演变成这个4小时级别的一个震荡，这里是震荡区中轴，今天假摔，摔了一下。然后马上弹回来，在这里可以进场。现在的位置比我的进场位要稍微的低一点点，也无所谓，因为它的止损的空间很小。如果它再破的话，再破，去破了160，去到159.5，差不多这个位置。可能就是止损，如果不止损的话，它可能就会下前这里的一个缺口，但是这里进场呢还是蛮好的，因为我们盈亏比较好，在这里做，我们可以先看它中轴，先看一下，应该能到吧？如果它是上攻的话，第二个点就看上面这里。后面还有两关，这里一关，这里还有一关，205就是最后的一个终极目标了。那如果这样做的话，它的盈亏比就很好。所以总结讲，特斯拉这里可以考虑做多，然后 CGC 今天也进场，进场位在这里。刚刚在这里减仓了1/4，目标是看前高，波段前高，已经推盘了。如果它下来的话，那我就放了1/4的钱，赚的钱进口袋，下来这里把我打了，打了就打了。OK，AMD 也蛮不错的，AMD。也在这里做了一个假摔。那今天前面冲的挺不错的，后面就有点回调。就上看这里嘛，这里，然后上面这两个区间，一关一关的看。如果不行呢，下去这里的可能就止损了，可能破今天的低点就先止损。今天的低点可能破的话，那很大机会就会破这个低点。OK，那今天就先这样了，应该也讲的差不多了。OK，拜拜，明天再见。好的，大家好啊，这边是这个每周预测啊，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大盘呢又开始做妖了啊，在周五，反弹的一个幅度不小。
涨回来了这个1%啊，但是呢，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翻转的大阴线里面啊，涨这1%呢，也估计是很难激得起大家的一个购买的兴趣了，好不好？那下周呢，其实我们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个 CPI 的数据，那 CPI 数据之前呢，我认为大盘就是会停留在目前的这个区间里面。甚至的话呢，我们是有机会去做1到2天的一些大幅度的翻转行情的，然后周三我们再去见分晓。所以这个地方的话，我会认为从短期来看呢，即便今天反弹了啊，也尝试过冲高，有假突破啊，但是呢，我们的这个5日 MA、20MA 的一个死叉是已经开了，甚至今天的收盘价是低于这个地方的。所以呢，我们目前肯定还是要去先看回调，周三以后呢，就才会有机会走出另外一个版本。要是真的是这个 CPI 比较乐观，把现在的这个已经被消化掉的7月份才有可能降息的一个预期又改回来啊，那你才有可能去看涨。不然我会认为 CPI 可能会跌更多啊。可能会在这个最终的数据出来以后啊，让大家失去了今年大幅度降息的一个预期，好不好？所以我在这个地方呢，我依旧还是继续在下周去看空大盘，甚至短期内都是一个下跌的波段的一个做法，好不好？所以我还是希望大家小心一点啊，不要轻易的进去抄底啊，至少我们等它走完了啊，我们这个。找到支撑了，站稳了，好吧，多几个底部区间的一个形态出来了，我们再考虑去入场，好不好？那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嗨，同学们，大家好啊！又来到了每周华尔街专栏预测节目啊，咱们在我们的 VIP 里面做一个直播，给大家多一点体验感。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本周的 QQQ，这是我比较专注的啊。我们看到这个本周的 QQQ 呢是跌了0.75，昨天跌的还比较多啊，但是今天呢就是强势的拉回啊。然后呢，我们稍微看一下 SPY 关于黄金呢，我待会儿也要说一下啊。关于黄金也要说一下原油，那么 SPY 呢是跌了0.88，所以这个是一个今天这个本周的一个总体的一个走势图啊。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QQQ 的60分钟图，有点意思，因为我刚刚也给同学们画了一下，我现在来解释一下啊。咱们这一波呢，如果说我们QQQ 呢，上周呢，我们曾经说过哈，老王还说的比较准确啊，我说这个大盘呢一定会在这里呢，怎么样往下跌，跌了以后呢，在这个非农出来呢，一定是非常糟糕的啊，非农可能出来9万的就业人数，对吧？今天这个非农呢出来又是30万，但是华尔街呢都说，哎呀，这是因为啊什么原因呢？是因为这个移民啊，在找工作啊，有非法的，有这个合法的，但是大部分都是走线的那些人啊。那么这个也是 Zero Hedge 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论点啊，非常有趣的一个论点。他说这个现在这个美国就业市场啊，它完全是 part time，这个 all part time。他说你看今天的这个令人震撼的30万的这个就业岗位啊。非常让我们震撼，都是半职，第二全是非法移民，我笑死了。那么基本上，咱们国内走线的，跑到法拉盛或者洛杉矶这种中餐厅洗碗的朋友，这些都被统计局给统计进去了啊。反正咱们加州也是一个非常友善，对非法移民非常友善的一个州啊。所以呢，这个老王上周说的这些事儿呢，说对了一半儿啊。的确，这个大盘呢怎么样，在就是的确今天反抽了，对吧？这个非常准确。但是呢，如果我们来看今天的非农啊，是非常非常好。但是为什么大盘一下子拉了那么多呢？我个人觉得啊，就是昨天这个下跌啊，除了一方面是油价，除了一方面卡斯卡利的讲话。还有一个呢，就是大家可能看到了这个
ADP 小非农，这次小非农和这个大非农都是真的是一致保持一个正面的一个关系啊。还有这个啊，本周有 Jarrett，那么现在呢，大家呢都把注意力呢放到下周三的啊 CPI，所以老王呢是说对了一半，的确在这里反弹了，但是呢非农数据呢好的不得了，但是呢华尔街。包括 Zero Hedge 都是质疑声一片，特别指出30万不是美国人，都是移民，有非法的，有非不合法的，这个我也搞不清楚。因为这个其实啊，非农数据这个本身就是一个本身就是一个怎么讲呢？就是一个民调啊，它会后面还会有更多的这个就是修正值出来啊，那么修正值，所以。是蛮有意思的哈，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QQQ 啊，上次我说 PCE 啊，咱们还记得吗？PCE 这个数值呢，老王曾经说过 PCE 会反弹，结果大家看到 PCE 拉起一波，那么这一波呢，我觉得哈就走完了一个大三浪，然后呢，这个可能就是一个大四浪的回调，我们会走一个五浪，对吧？那么从这个走势来讲。四浪的走势呢，我认为呢还是一个 A、B、C，这是我给大家画的一个图啊，这是我给大家画的一个图。A 浪到 B、C 点是昨天建立，今天拉回来，说明这个牛市还很强。但是大家看一下哈，今天的这个反弹呢，好像是没什么量，基本上没什么量，你看到吗？今天这个量啊，反弹这个它起来的时候，它跌下来的时候量很大。反抽的时候，今天是无量的。那么这个可能一方面说明周五吧，大家都没很多人都不参与了，对吧？还有一方面就是参与，就是可能就是一个 short squeeze，因为这个 shorts 在今天趴在昨天这个位置呢，想等这个非农大盘继续下跌啊。因为我一看到30万数据，又是失业率3.8%，比预测的3.9%还要好，对吧？那么。这个美联储加息的概率呢，减息的概率就会少。现在华尔街普遍预期啊，是应该这个今年呢只减两次了啊，只减两次。那么6月份几乎是不可能了，就是9月份。现在说9月份100%减息，但是这个100%不是100%的确定啊。昨天有一个彭博啊，我给大家发了一个，给我们会员啊发了一个当时的提示。这个人呢，他的分析师啊，真的讲得很不错。她是个美女，叫 Whitney，好像叫 Bradis Whitney，好像她在香港接受彭博访问，因为在香港和这个这个耶伦在广州对吧？然后香港呢，正好开一个好像华尔街的中国问题大会。啊，前一阶段又是这个习大大又接见这个美国的 CEO，所以中国最近会很多啊。那么他昨天说呢，这个美联储可能要等到大选结束之后啊，然后呢，他又说呢，今天的非农呢将会保持一个非常强劲的数字。我操，真准啊，真准！然后呢，他又说了，他说美国的房地产啊，好像我还没找到原文。他的意思就是说，美国的房地产可能会回到这个疫情之前的这个水平啊，回到疫情水平。因为他说这么高的利率呢，使这个很多人呢是无法负担得起买房的这种需求，而供应不断增加的话，会造成这个房价的一个下跌啊。这个我仅供大家参考。那么从这个走势来看，上周呢，我们说这个大盘要涨，但是的确涨不起来。现在油价呢已经继续刷新高。我来说一下这个非常有趣啊，我发现了这个 GOD 啊，也可以来分析哈。有很多同学说这个黄金可不可以买？那么黄金为什么最近像疯了一样的涨呢？我觉得一方面呢，就是如果按照 Peter Schiff 这个非常有名的一个黄金基金经理呢。他的说法呢，就是说，大家黄金呢，对于美国的美联储呢，已经是认为美联储会犯一个严重的错误，也就是说，美联储不能减息，因为现在的通胀呢，其实是越来越高，包括我们现在的油价，今天还是在创新高，
对吧？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他认为啊，就是如果说这个美联储减息的话，后面因为钱减息就是放钱嘛，放水，放水的话，这个美元的贬值会越来越大。而作为这个黄金来讲，它现在的表现相对于啊比特币要强一点，对吧？那么我们来说一下黄金。所以黄金这个美国的经济啊，我个人觉得这个黄金已经走在很多人的思维之前，就是说美国的通胀越来越高，需求越来越低，进入一个通缩的阶段，将会造成怎么样？美联储将会通过减息的方式来救这个经济，而使这个金钱的价值会越来越少。第二，美国的债务呢，现在每天的这个还债的速度呢，是这个金额呢，是美国政府所无法承受的，这个有点像中国一样，现在中国和美国都是进入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债务危机啊。那么，如果从黄金的这个角度呢，黄金从2011年创新高之后呢，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ABC 调整以后呢，基本上就是从这个2016年开始。黄金就开始打底，对吧？走了一，我们这个是二，然后这个是三，然后这个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 ABC 走势，然后再是五浪，所以这个黄金的五浪是非常明显的。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个趋势线放到这儿，所以黄金它还会继续涨，像咱们这个 GOD 的话，应该涨到230左右，这是我认为这个五浪的一个区与五浪的一个区间。因为这个五浪，我认为是一个，这个非常毒辣的五浪所以这个黄金，如果说我们按照这个上升通道来画的话我觉得黄金还没有结束。所以昨天黄金跌了接近20块钱，晚上的时候，早上的时候黄金再拉30块钱，所以这个黄金我认为没有结束，黄金还会涨，走到这个位置才会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 ABC 调整，所以黄金可能还是会继续的涨这个对很多朋友买这个 HYMC 啊这些股票呢有非常大的帮助。这个是 oil，这是美国的这个 ETN，是主要是这个原油，对吧？那么原油呢，它是在2008年巴菲特的时代呢曾经到过一次中石油，对吧？然后呢，原油走了一波这么强的一个走势。那么这个走势呢，也是一个 ABC 回撤，新冠的时候呢，我们到过最低是期货到过46块钱，是吧？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个原油这一波呢，一二三四，这个会不会一个五浪打顶？原油这个走势，是吧？原油这一波走势也是非常的强劲，但是相对来讲，这个黄金好看很多，黄金好看很多，但是原油这个。JP Morgan 说原油一直要打到原油呢，这个普京呢一定要打到100块钱，因为他现在俄罗斯的国营的这个油厂呢，这个油价这么高的时候呢，他们却不收割，他们减产了，因为俄罗斯它本身就是靠油来维持生活的嘛。我说句难听的，这个俄罗斯的整个的 GDP 还没有广东高，所以你可以想象它这个。它制造业是一塌糊涂，对吧？所以呢，主要是靠油。这个油这么高的位置，它居然不去收。